我叫陳橋偉，我是踏出呢個社會，我都是做餐麵粉。我的人生，我除了識做呢啲，乜都唔識。1982年入行嘅，正宗麵包西餅爐。咁啊，做餅、做包、做糖餅，我都會做咯。啊，餐麵粉啦，餐麵粉都我都好自大嘅，應該都。我啲女工話頭，我去全世界我應該都揾到食噶，可以話呢句。一基本上開間麵包鋪比較靚嘅都要8-5萬噶啦，1000至1600啦嘛。我有啲熟客話佢話：哇，你隔離關聲條好鬆化喎、啊。我話我啲熟客話：如果你食到佢鬆化過嘅，你攞啲廚師同我出，同我個曲奇櫃剝爛佢啦。因為佢機器做噶嘛，我係100%信心嘅。如果唔係，我點會嘥嚿錢走專登走你去隔離開啫？我專登揾地攤經紀，刻意揾間鋪喺佢隔離開。幫襯我的客户，唔覺得佢唔好食嘅，唔夠我好食嘅。我都係想做個品牌嘅，我自己都想做個品牌嘅。照我所知，就係每一秒鐘切7粒，咁佢不停咁樣一秒一秒一秒咁樣。咁好似呢啲咁，佢用機器切割，你用人手切，冇得比。我通常一底由打粉團到出爐3個鐘。咁我自己就好著意個材料係好誇張啊都。佢呢箱牛油比人哋貴300蚊嘅，1500幾。呢只酥基本上一定係純鮮牛油。啊，有鮮牛油你我依家攞一翻嚟一磅我都55-56蚊咯。咁你一磅雞蛋我哋攞翻嚟係5蚊到啫嘛，差10倍。落1.5磅呢個杏仁或者腰果落去，最早期係咁樣做嘅，後屘就俾人投訴太誇張，太誇張根本都好似食果仁咁。咁變咗扣翻啲咯，但牛油唔靚，我寧可唔要嘅。我抌咗30幾盤啊，因為出嚟嘅效果唔係我想象中嗰種效果，我唔會要。長期接觸油脂，所以隻手係零舍滑噶。你睇哥哥仔，大家摸下咪知咯。13-14歲入行嘅。我是紀錄嚟嘅，佢做咗3個零禮拜，佢出商量俾我。1998年喺牛頭角同埋馬鞍山都有開嘅，土瓜灣開咗都10幾年，10幾年之後就嚟香港呢邊中上環開。靚仔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出蛋撻。我叫 Danny Chan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係個肥仔，有時悶悶地咧就攞一件嚟食，悶又攞一件嚟食，所以由細食到大鋪頭啲嘢都係。以前聖誕聯歡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試過帶爸爸整嘅嗰啲西餅翻學校做食物。考完 DSE 就開始喺鋪頭幫手咯。有啲客係以前我哋未喺常環呢邊鋪頭做，以前細個得。5-6歲都睇住我大，爸爸有一次要入醫院啊，所以就當其時就我冇辦法啦，都要硬住頭皮自己做咁樣，都好驚啊，驚自己處理唔到，即係做唔掂咁樣，個品質保持唔到，得罪咗啲客咁樣。跟住但係亦都係因為嗰一次就即係自己知道咗自己，咦原來都做到喎咁樣。即係呢個持牌人都係佢嚟㗎啦，而家俾咗佢嘅，俾咗另外一個仔嘅，都係佢打嚟嘅。我冇完冇乜所謂嘅，佢哋中意咪做咯。你好似林志玲，嗰個窗户係咪你有品牌啊？紙箱去台北，正選台灣古早味美食，傳統風味無保留全公開，即刻上紙箱旅行網站登記會員，免費下載。